台湾宗教百景宫庙寺院斋堂清真寺基督教堂参选资讯 _圣母七苦宗教文化之旅_嘉义镇天宫关圣帝君文化之旅_嘉义朝天宫妈祖文化_嘉义九华山地藏庵宗教圣地之旅_嘉义大天宫宗教圣地之旅_原嘉义神社附属馆所_嘉义佛光山圆福寺_嘉义仁武宫古迹之旅_嘉义武当山玄天上帝庙下路头秋千赛会_一贯道玉山宝光圣堂_圣母七苦宗教文化之旅一在现代忙碌的生活里，宗教信仰常是人们信念的引导者、倾听者与救助者。二座落在嘉义市民生北路的天主教七苦圣母堂，70多年来就一直默默尽力在繁华的街隅，指引着迷失的人们，聆听着民众的心声，也救助着百姓的苦痛。三嘉义市七苦圣母堂最早由普羌仑的梁雅诗神父于西元1934年所建造，以作为神父修女们来往高雄与园林教区的中途站，期间还成立过小民诊所，利用西方医学救治民众的疾苦。四圣堂格局虽不算大，但简洁优雅，大门入口处有仿米开朗基罗所雕塑的圣母像。五圣堂中洁净肃穆的氛围，常叫人顿时忘却尘世的烦恼。在圣堂前方左边奉有主宝痛苦圣母，右边则奉有耶稣圣心。六每年的9月15日是痛苦圣母纪念。所谓圣母七苦，是指圣母一生都与耶稣同忧共苦，包括了玛利亚听到西莫昂的预言之苦，圣家逃难埃及，与耶稣在耶路撒冷失散3日，并在苦路与耶稣相遇之苦，以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怀抱耶稣尸体和埋葬耶稣圣尸等等的苦痛。七位顾及台湾民众敬宗念祖的风俗，在圣堂后方还特设有祖先祭祀区，除了平日民众可以拿香敬祀祖先外，每年春节弥撒神父更会率领信徒们一起祭亲。八而圣堂左右两侧墙沿则镶有象征14处苦路的图腾，每个星期五晚上固定由神父带领信徒们举行拜苦路仪式。九苦路是指天主教一种重现模仿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过程的宗教活动，也称之为拜苦路。十苦路默想活动最早出现在12世纪、17世纪时，方济会士圣利安娜曾大力宣扬。1731年，教宗克冕12世，则确定14处苦路地点和敬礼仪式。另外，已故的教宗若望保禄2世亦曾重编拜苦路的内容。11除了圣堂可供民众祈祷冥想外，七苦圣母堂更附设有幼稚园，迄今已有61年的历史，照顾育教过无数嘉义市的孩童，其中包括现今嘉义市市长黄敏惠等知名人士，对台湾幼儿教育的贡献可说是不遗余力。12更值得一提的，台湾著名的雕塑家杨英峰大师曾于1989年为七苦圣母堂雕塑圣母与耶稣雕塑，
按照原来塑像比例加以放大的塑像就放置在正义幼稚园的园区内，是宗教与艺术结合的精彩之作。十三加一是天主教七苦圣母堂每天一大清早约六点左右就开放供民众参观。十四不管您是否是天主教徒，走一趟圣堂，体验感受一下天主教的苦路与氛围，看看幼稚园里天真孩童们学习与嬉戏，或许就能让您对生活再度充满能量与动力。已拥有七十多年历史的七苦圣母堂，绝对是您来到嘉义市时值得参访的景点之一。嘉义镇天宫关圣帝君文化之旅。宜嘉义市镇天宫和四五恩主，除了关圣帝君外，还包括了福佑帝君吕洞宾、豁洛灵官王善、司命真君张丹，以及京中五穆王岳飞，香火鼎盛，庙宇巍峨。二关圣帝君是升职台湾明星，文武双全的英雄之神，纵横古今，几乎没有任何圣贤神只能像他一样贯穿儒、道、释三教，并且受到官方的崇祀与民间的敬仰。三镇天宫庙宇建筑气派非凡，门前有两头硕大石狮镇守，又因关圣帝君地位尊荣，庙门有五，上头并镶有门中108颗，象征36天罡和72的煞。四再往内走，天宫卢百利庙前，值得一提的，他卢角一角向内，有别一般向外规矩，据说这是为了凸显关圣帝君的神格高超，全台唯一仅有。五嘉义市古名诸罗，因清代新筑的古城形状如桃，所以又名桃城。走进镇天宫前殿，如果仔细观察地板，就发现左右各会有棵巨桃，将嘉义市别名融入建筑里，很是有趣。六庙顶各处会有三国故事，彰显关圣帝君的忠义与英勇。顺着楼梯往上走，有台湾绘画鬼才林崇汉大师所绘制的钟馗与达摩画像映入眼帘，笔韵洒脱有劲。七来到二楼，设有八卦风雷钟鼓楼，据说楼顶13层的楼塔装饰也是全台独一的。八嘉义市镇天宫庙宇上头，因取桃城、意涵、肃立有桃园三结义三位主角刘备、关羽与张飞的巨大石像，早已成为嘉义市重要且显眼的地标。前头还有一尊不常见到的斩龙尊者安乐王。九台湾民众居于对神灵的膜拜与敬仰，每逢过年开春都习惯到各地庙宇点盏光明灯或安太岁，祈求一年到头平安如意。但嘉义镇天宫有别一般寺庙，在三楼特设有孔明灯，专供莘莘学生们祝祷能够考运亨通。而且只要直角获得神职们的同意，点灯完全免费。十台湾民间信仰散布全台各处，
每间庙宇都诉说着它特有的风土人情与异闻典故，漫步其中，也许就能瞥见过往的岁月风华或当地特有的民风民情。有空到嘉义市一游，方安路上的震天宫绝对是您了解台湾庙城文化的好去处，同时也是拍照留影的绝佳地点。景号嘉义朝天宫，妈祖文化。宜朝天宫始建于清康熙16年，其后多次迁徙，光绪30年迁至县址，后又因年久失修，并遭到蒙基轰炸，旧庙不复存在，经信徒们筹资重建，历经12年的修整，终于在民国75年正式完工，完成今日所见的三层宝殿。从庙口一幅由嘉义著名画家陈澄波所绘制的油画中，可以窥见昔日朝天宫庙宇风貌与周遭环境。如今路虽改了，庙虽变了，但里头的神祇仍在，民众们对妈祖的敬仰也同样不减分毫。二两头巨大石狮镇守庙城，一进庙门，左右高一丈、后七寸的门神随即映入眼帘，是由木材界专家，同时也是朝天宫前董事长陈山龙先生精心挑选优质桧木后，交由朝天宫董事薛水树先生所雕刻彩绘的属一体成型无接缝的浮雕作品，甚是宏伟。三一楼大殿所奉祀的温灵妈祖是软身黑面，妈祖的头与四肢均可转动，头部是用香檀木雕刻，躯干则是以绸缎缝制而成，身穿宋朝衣冠，脚踩三寸金莲鞋，坐在龙椅上，眼露慈祥与和蔼可亲的笑容，诚如圣母垂爱世人，静听信众吐露心声。四另外，2012年朝天宫在整理神像时，意外发现一尊已有300多年历史明朝铸造于宣德年代的铜像观音，铸工精良，神韵慈爱，堪称神像工艺的精品。五二楼供奉有奉祀关圣帝君、玄天上帝、文昌帝君、四海龙王、风雨雷电以及水仙尊王、火德神君与水德神君等神祇。其中水仙尊王神像特别不一样，有他特别的历史典故。六而三楼则奉祀玉皇上帝、观世音菩萨、18罗汉等，庄严肃穆。七朝天宫建筑气宇辉煌，不论是大殿的藻井结网、大柱上的斗拱，或是神房前的龙柱花堵，雕工精致无不令人赞叹。八正殿神桌是由整块黑紫檀金雕细凿而成，据估市值超过1000万元，属国宝级神桌。九另外，不管是二楼庙柱上有嘉义市知名书法家杨三清、杨卫兵父子所挥毫的墨宝，亦或者清朝皇帝所特赐的进士牌，和两块嘉庆年间深具历史价值的记录石碑，都是值得细看珍贵历史文物。景号嘉义九华山地藏庵，宗教圣地之旅。嘉义九华山地藏庵始建于康熙55年，迄今已近300年的历史，但历经战争、地震等毁损，乃于民国60年重建至67年竣工，成七层莲花宝殿，楼高135公尺，巍巍壮观。
庙中地藏王菩萨身雕塑精巧雅致，宝箱庄严。由于神灵显赫，护民有术，膜拜民众终年络绎不绝，向来是嘉义市重要的信仰中心。一楼庙堂中高挂的大匾“普济群生”，不仅阐述了这位来自新罗国24岁即已遁入空门求道成佛的地藏王菩萨，他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令人敬仰的大愿，更凸显了他对世人救济的慈悲。大殿桌前供有圣水，是每日清晨从祭祀地藏王菩萨的净茶而来，据说民众常直脚求饮，对于消灾除厄具有心灵上的抚慰疗效。佛教中把生与死视之为万物自然生灭的过程，因此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里，生死是并存的。既有公众生祈求在世圆满的神旨圣堂，亦有劝诫世人勿存恶心做恶事的阎罗大殿。从大殿往下走，象征冥界主宰的地藏王菩萨与阎罗诸王高坐在中，控管地狱的十家江泽罗列两旁，栩栩如生，加上殿前悬挂的阎王司审玉具、大算盘，颇有醒民会众作用。正所谓，世人何须空计较，天亦有大惩除。告诫世人，凡事勿过于贪欲奢求，以免堕入六处轮回。不论您是否相信生死轮回，不管您是否认同善恶报应，位于嘉义市热闹市集中的九华山地藏庵，除交通便利，庙宇建筑独树一格外，更可登楼眺望嘉义市美景。而一旁菩提楼除平日提供民众进修教学活动外，亦有各式各样展览可供民众欣赏，有空到嘉义市来，九华山地藏庵是您不容错过的神灵信仰景点。景号嘉义九华山地藏庵宗教圣地之旅。嘉义九华山地藏庵始建于康熙55年，迄今已近300年的历史，但历经战争、地震等毁损，乃于民国60年重建至67年竣工，成7层莲花宝殿，楼高135公尺，巍巍壮观。庙中地藏王菩萨身雕塑精巧雅致，宝箱庄严。由于神灵显赫，护民有术，膜拜民众终年络绎不绝，向来是嘉义市重要的信仰中心。一楼庙堂中高挂的大匾“普济群生”，不仅阐述了这位来自新罗国24岁即已遁入空门求道成佛的地藏王菩萨，他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令人敬仰的大愿，更凸显了他对世人救济的慈悲。大殿桌前供有圣水，是每日清晨从祭祀地藏王菩萨的净茶而来，据说民众常直脚求饮，对于消灾除厄具有心灵上的抚慰疗效。佛教中把生与死视之为万物自然生灭的过程，因此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里，生死是并存的。既有公众生祈求在世圆满的神旨圣堂，亦有劝诫世人勿存恶心做恶事的阎罗大殿。从大殿往下走，象征冥界主宰的地藏王菩萨与阎罗诸王高坐在中，控管地狱的十家江泽罗列两旁，栩栩如生，
加上殿前悬挂的阎王司审玉具、大算盘，颇有醒明会众作用。正所谓，世人何须空计较，天亦有大惩处，告诫世人凡事勿过于贪欲奢求，以免堕入六处轮回。不论您是否相信生死轮回，不管您是否认同善恶报应，位于嘉义市热闹市集中的九华山地藏庵，除交通便利，庙宇建筑独树一格外，更可登楼眺望嘉义市美景。而一旁菩提楼除平日提供民众进修教学活动外，亦有各式各样展览可供民众欣赏，有空到嘉义市来，九华山地藏庵是您不容错过的神灵信仰景点。景号嘉义大天宫，宗教圣地之旅。位于嘉义市和平路上的大天宫，主祀神农圣地，最早由清朝诸罗知县李雍于康熙46年所创建，属四点官庙，公元1707，公名从先农坛、公庙、五谷王庙，演变至今。大天宫有别一般常见的五谷神农宫庙，嘉义市大天宫和四三皇圣地，除有神农圣地外，还包括伏羲圣地与轩辕圣地。另外值得一提的，嘉义市大天宫里还祭拜一个特殊的神祇，为全台唯一仅有，那就是传说中神农圣地的灰前护驾金鸡神，形象惟妙惟肖，庙堂中坐，甚为显眼风光。若您也感念上苍对农民们的照顾，能风调雨顺生产出这么丰硕的稻米、花卉与水果，那就不妨走一回嘉义市的大天宫，上柱清香，拜拜神农圣地，同时也摸摸金鸡，沾沾好运，祈求福气吧。大天宫、五谷王庙有300多年历史。主神、神农圣地与伏羲圣地、轩辕圣地合祀于本宫，尊称为三皇圣地，并奉祀神农圣地驾前金鸡神于本宫，在全台庙宇中唯独嘉义市大天宫而已。全年活动服务项目：神农圣地圣诞农历四月廿六日4月22日至4月26日举办庆祝活动，每年农月八月底至九月初举办护国习灾礼斗法会九永天。景号原嘉义神社附属管所。嘉义市史记资料馆两栋建物乃日治时代嘉义神社附属的斋馆及社务所，创建于昭和18年西元1943年，斋馆系前往神社祭祀前斋戒和准备的地方，而社务所为神社的行政管理办公处。台湾光复之后，神社改为忠烈祠，而将斋馆及社务所并除于外。斋馆及社务所曾由国军828医院借用，至民国76年归还嘉义市政府。由于用途与建物原始设计功能完全不同，在不当使用及长期缺乏维护之下，导致损坏严重，后经市政府委托专业单位研究修复，本着不改变主体架构，保留原有外观造型式样，依原有建筑元素复原，考量与公园环境配合等原则，陆续完成建筑物的修复及展示软体的设计规划。民国87年10月，
该两栋建物经嘉义市政府核定为市定古迹，并定名为嘉义市史迹资料馆。1990年9月15日，史迹资料馆开馆启用，馆内展示有关嘉义的人与嘉义的事，以过去与现在的时光交错，呈现各自的风华，借以激发民众爱乡爱家的情怀。建筑特色：兴建昭和18年1943，属日本书院造，木构造，使用天花板、方形柱、榻榻米系统、指横拉门、外廊道等建筑要素。屋顶属入母屋，是相当于中国传统的歇山顶，柱梁与斗拱系书院建筑元素之一。台基为低矮干栏式做法，留有通风口，以杜绝湿气。继气库外墙以混凝土模仿木作，风格独特。井号嘉义佛光山圆福寺。宜佛光山圆福寺，原名圆福寺，清道光13年公元1833年，广东先民李友后奉佛祖来台，因佛光普照有求必应，后建寺于公园附近，主祀释迦牟尼佛。民国5年公元1916年，日人为扩展公园用地，由有志人士募捐迁建义士庙，供奉清康熙时朱一贵之牺牲的503位义民为灵。民国27年，日人废寺佛像遗址的葬安。台湾光复后，地方信徒极易重建寺宇，乃收购寺的补兴工程，落成后迎回佛像，改名圆福寺，另建义士庙于寺前空地右角。至民国46年，开政法师进山接任住持，后因财务问题，于民国69年交由佛光山管理。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即任命一眼法师前来接引信众学佛。民国70年，在星云大师的指导下重新改建，并正式更名为佛光山圆福寺。20-30几年来，圆福寺秉持星云大师以文教弘扬佛法的理念，在历任住持法师的努力下，除了例行法会外，定期山区义诊、监狱布教、考生祈福，并设有博爱社区大学分校附设儿童学习中心，推动各项社教活动，提供社会一个心灵的加油站，营造安和乐利的社会。三元福寺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为理念，实践寺院学校化、学校寺院化的功能，因此常举办监狱皈依三宝甘露灌顶暨佛学讲座、佛光山全省巡回甘露灌顶皈依三宝典礼、禅净密三修法会等等，且每年在浴佛节盛大举行浴佛仪式，并为弘扬佛祖慈悲，同时在浴佛节当日为考生举行祈福活动，期望所有考生皆能考试顺利，对于稳定嘉义地区考生的心情有相当大的注意。寺内腹地颇为广大，步上石阶首先迎面而来的是供奉三宝佛的小殿，小殿内皆斋堂。殿口有星云法师亲题的诗记一首，寺中亦有醉饮以为傲，也是全省独一无二历时3年建筑而成的华藏宝殿。殿中供奉华严三圣，四壁镶有镶好庄严的88佛和数千尊十方佛，
以及敦煌的壁室，殿上的藻井更是考据莫高窟，以飞天云际腾翔。五日后来到嘉义，除了到嘉义公园漫步外，也可就近来到圆福寺来一趟身心沉淀之旅。尤其一到拱门面前，便会看到景氏与鹿的对句，让人感觉有种心理沉静之感。所以圆福寺不单单仅是间寺庙，更是富有教育及净化人心的心灵之窗，而寺中志工热心服务，让初来到此参访的信众有着无比的温暖与慈悲。景号嘉义人武功古迹之旅。一位市定古迹之人武功创建于明永历31年1677年，主祀保生大帝，乃宋代名医吴涛，俗称大道公或吴真人，为泉州及移民的守护神。康熙40年1701，诸罗县毛凤轮首创建庙，是为诸罗县寺保生大帝最早庙宇。二然为纪念主神系人武正官兵迎奉而来，人命名为人武宫。宫内目前尚保存道光15年1835的石香炉及元寺大道宫神像。宫外庙宇几是华丽精致，龙盘虎踞，雕梁画栋。人武宫源于明正时期，与人武镇均屯天兴州有关，创建于明永历年间，甚具历史意义。人武宫主祀保生大帝，俗称大道宫或吴真人。三康熙40年1701，方由其名木建，正式唐宇。因由人武镇官方迎奉而来，故称人武宫。四面宽三开间，进深三间的前殿是进入庙宇的正门，采用有布廊的檐柱形式，前檐柱为粗壮低矮的石雕盘龙柱，前殿与正殿之间以内层隔开，左右也有墙廊联系，正殿以四点金柱为核心。五信众膜拜与瞻仰神明的主要空间。整栋建筑雕梁画栋，屋顶五彩琉璃，剪年花鸟人物，栩栩如生。文武门神更是著名艺师潘丽水所彩绘，深具艺术价值。而潘丽水是台湾早期知名庙宇画师，人称丽水师，日治时代曾入选第二届台湾美展，二次大战后亦获得中华民国教育部民族艺师新传奖。因此来到人武宫，记得要好好欣赏大师的杰作。六人武宫历代来虽经多次修建，但庙体原貌未失，彩绘、石雕、木雕、泥塑几是颇为精致，古朴之间显露出雄伟气势。民国87年1998，嘉义市政府将其指定为市定古迹。七在祭典活动方面，为纪念保生大帝，人武宫于每年农历3月15日保生大帝诞辰时会举行盛大的祈安礼斗值符法会，法会通常一连举行3天，并以第3天之活动为最高潮，此时各地香客云集，是人武宫最热闹的时刻。景号嘉义武当山玄天上帝庙，下鹿头秋千赛会。一荡秋千应该是小朋友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吧，但嘉义市光禄里武当山玄天上帝庙的高空荡秋千可不是小孩儿游戏，
而是流传了200多年的传统民俗活动。二、早期高空荡竹秋千只有在农历闰年才举办，由于这项传统活动太有特色，民众的参与度又非常踊跃，所以庙方在推广传统特殊民俗的利益下，以直角杯的方式祈求上帝爷同意每年举办，结果上帝爷顺应民意应允了，每年举行一次。三、高空荡秋千原先目的在庆祝玄天上帝圣诞，活动当中所使用的秋千必须是以全新刺竹和藤条架设捆绑，并就当年的流年运势选定搭建高空荡秋千的方向。一般民众及团体可以报名参加高空荡秋千的比赛，挑战技巧及胆量，比赛赛制上分为个人组及团体组，主要在鼓励并培养人们冒险精神与坚强意志。四、高空荡竹秋千在酬谢神明的敬意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典故历史。200-300年前的嘉义市光禄里一带，其实草莽丛生，先民经常感染疾病，生活十分不安宁，直到向由福建分灵而来的玄天上帝祈求后，染病等状况才逐渐改善。居民在酬神庆祝之际，有人便以长竹架设秋千架进行特殊竞赛，除了酬神，也有荡到高处遥望大陆故土，不可忘怀家乡的意涵，附加锻炼身体的含义。五、每年玄天上帝圣诞期间，就算没办法荡上高空秋千，做个热情的观众观赏这个特殊的传统民俗技艺，也是很值得的。景号一贯道玉山宝光圣堂，台湾最大的一贯道场。玉山宝光圣堂位在台南市南化区，为宝光玉山道务中心，起源于1973年周姓信徒县的大约3公顷，后其他陆续购置，在1976年完成启用。宝光圣堂名字源自于大陆传道宝光祖先，地名为玉山，所以取名玉山宝光。在1997年3月获选为新南银八景十圣之一。清明节春季大典，农历7月中旬，张天然诞辰最为重要。宝光圣堂入口大厅场可看到500多年的茄东神木，还有香客大楼，最显著应算是九龙壁浮雕。玉山宝光圣堂位于南化区玉山里，为南横公路最明显的起点，是一贯道宝光祖玉山支脉的道场之一，也是台湾最大的一贯道场。台南市要找一处如此依山傍水、曲流回绕、气势雄浑的庙宇，应该只有此处了。新南银圣景义宝光朝圣立碑于此，殿宇依山势修筑，美轮美奂，拥有极佳之视野，占地20公顷，连腹地则达40公顷，从入口山门至山顶大花园步步高升，充满朝圣瞻仰之气氛，直登山顶可跳赏曲流及南横山道。一贯道五教合一，多神信仰，以每年清明举办春季规模最大，每3年则举办一次秋季仪式，全程皆遵循古礼进行，相当庄严隆重。
Oh.